是把他捐在家里，鸡也是如此。那他在这种心情抑郁的情况下，他已经得了抑郁症了。那么他下的蛋一定会那抑郁的成分在里头。师傅，我曾经拍了一个片子，就是叫聋哑人的故事，叫《无言的爱》，我演一个聋哑人。那么我就是跟很多的那个就是残疾人协会的那个那些领导阶层人，我们有接触，他说丁佳丽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现在的残疾人不光是什么缺胳膊少腿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聋这些的。他说就是80%的残疾人是什么？抑郁症的人。其实我就一听说太可怕了。那么吃了这个蛋，很多的孩子大量的吃蛋，我们大人以为就是他这个蛋里有营养，那孩子得抑郁症还不知道怎么得了呢。那我觉得饮食里的隐患，尤其肉里的这个鸡啊蛋啊肉里的隐患简直是太大了。没错。所以我就说现在的豆蛋肉类就是可能是最大的健康最大的杀手。对，不但是肉食，现在连素食都有问题。素食都有问题。问题，你说这个蔬菜水果都转基因，都用农药化肥来培养，全不正常了。所以佛经里头说饮苦是毒啊，饮苦是毒。我说佛3000年前说这一句话是说我们现代人，饮苦是毒。60年前一家子之前没有啊，还没有感觉的是饮苦是毒啊。现在我们在今天确确实实我们饮食全是毒。师父，就前段时间因为我就跟一朋友了解情况，然后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这样的信息，现在说是牛奶啊，现在的就是这个奶牛啊非常凄惨，这一生非常凄惨，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见过公牛，就人工让它受精，所以不停地在让它就是人工受孕，然后不停它让它产生奶。那么它从生了它的孩子以后，小牛就被拉走，被上了人们的餐桌。现在人们都实行吃小牛肉啊，嫩呢，那么就上了餐桌，妻离子散哈，家破人亡。那么他自己呢，也没见过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奶应该说是给他孩子吃的，但是都要供给人们喝的奶。那么现在人们大量都喝奶，就是这个需求量是达不到的，怎么办呢？现在一斤牛奶里头要掺2斤的水，那掺2斤的水，牛奶跟水的份比重就不一样，怎么办呢？就加牛尿，因为牛尿的分量是跟奶的量是一样的，加牛。